怎么有汤匙？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为什么撑住？有人叫你捡汤匙，稳住，腿也长哦，腿大腿肌很美哇。哎呦，来了哟，真的很像许纯美啊！哇，这个正面，正面攻击啊！哇，你们节目真的好看啊！欢迎婷婷，欢迎婷婷，欢迎婷婷。啊，各位，请看照片。哎哦，哇哟，哇！我信心就是穿这样子，不小心又看到哪个去了。下一个，今天又不一样了，这个妆前不一样。哎呦，哇，这。谁受得了？这个好看，这个肤色的，这应该是在巴厘岛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不是吗？这不是巴厘岛吧？这在哪里？垦丁，对不对？垦丁。你要穿，你要穿，你要穿。你从来不穿 T 恤，你都要穿得很妖艳。好，就是我衣柜打开来都是那种，就是这样子，都没动动的这种。就是会有那种什么，就是可能低胸或是那种露腰，这样好节能减碳。就是我连上班，因为上班是穿便服去公司，到公司就换制服。我连穿这段路，我都会穿，就那种比较。请问你在哪里上班？对，百货。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。对。然后就是百货，因为我们是在百货的咖啡厅，然后会有制服。嗯啊。那你这一套会在男朋友面前穿吗？出去吃饭的时候会。吃饭穿这样？因为我就是出去吃饭，我也会这样穿。哇，那你男朋友疯掉吧？贫血哦。他就是已经习惯了，他一开始很反对。他追你的时候，你就穿这样吗？他追我的时候，我没有现在这么夸张，就是比较越来越夸张，是越来越。那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对，为什么在改变？你愿工作吗？对啊，因为就是想要变漂亮啊。还是你有拜狐仙，拜完以后就变这样？没有，他觉得穿这样才漂亮。对啦，我自信。滑脸书嘛，就是看多了就觉得这样比较漂亮，而且其实男生就是。女生都会去比较嘛，当然，如果男生去看到别的女生，然后自己就会心里就会被激怒，而且我狮子座，对，输不能输，碎啦，不能输啦。我跟你讲，小钟就跟狮子座女生在一起过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跟狮子座的狮子座怎么过？其实狮子座的女生，其实我喜欢她的个性就是直来直往，那是真的，她不会说对你有所隐藏。那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曾经有教过一个狮子座的女生，她的脾气就是很直接。然后有一次去一个餐会吃饭，然后我就是看到另外一个女生，然后穿的类似跟她一样，哎呦，就很辣，哎呦。那天下雨，我还记得，那就是。平常会帮女朋友夹菜嘛，那就忍不住自己的手不听使唤，也帮那个女生夹，太夸张了吧？那你不完蛋了？就想要表现那种绅士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女朋友已经有点不爽了。那后来餐会结束的时候要走的时候，因为我看她进来的时候，她有拿一把伞，结果那女的出去的时候忘了拿那个伞。忘了带，你提醒她。我提醒他，我冲出去把伞打开，哎，这是你的伞。对啊，我就回去跟我女朋友大吵，我说你应该不是大吵，你应该是被骂吧？对，被骂得很惨，因为我说没关系，因为女生真的忘了拿伞，我们拿回去给人家，外面又淋雨，我们拿伞给人家是应该的吧 ？Gentleman，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如果是你的男朋友，你会生气吗？他这样做这个行为，不会吧？会鼓励他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鼓励谁会鼓励啊？尽量帮着你女朋友，你希望他说，你怎么撑伞呢？你要带他回家洗澡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是比较体贴绅士，譬如说有那种三箱那个行李，一定都是我们这样提的。我们是对，我们还说你怎么会带这么少？要不要再带两箱这种？现在有限重，批货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体贴的行为，就是我们会对了女朋友这样，我们对其他女生其实也会类似做这种行为。嗯，对啊，你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异性的还是会那种像磁铁一样非分之想。对，有吗？有人对你这样子吗？有。怎么样情形？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在一起，就是不是在很好的朋友，就是认识了大好几年了，然后我们的关系很纯。那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，其实打扮没有像现在这样子，就是简单的打扮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就是慢慢认识了大概两三年，一直到对，后来就打扮就越来越妖艳。有一次就是我们去，因为我很喜欢我会去喝酒，那天我打扮当然就是很露，就是有。很露这样，然后他就说要载我，就是我喝醉了嘛，然后我就是他想要坐乘机会来，机会，我没有想太多，因为他我们这样很久了，就是一直都这样出去玩什么的，然后后来他就才知道，后来他就把我叫计程车，就是叫到他家去这样。哦，哇，
就那一次都变了。教去他家人，然后来发生吗？有发生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后面可以讲快一点嘛，前面铺太久了。大家我有点醉，可是我还是有意识的，但就是，但就是。但是不要，就是不要，就是他想要跟你那个，不要两种哦。我问你慢都这么，他抱紧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，是不是很熟悉这个？没有，熟悉，很熟悉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上班的时候，常常有人一直丢东西他捡，真的。上班会遇到一些要更熟悉的。哎呦，你为什么认为你可以丢嘞？你叫我丢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他更熟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有汤匙？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为什么撑住？撑住？有人叫你捡汤匙，稳住，稳住。因为我上班我的妆比较妖艳，对，所以就是客人就是。我会比较突兀啦，我的妆在跟同事之间比，我比较妖艳。我们看看他上班变化，他有妖艳哦，其实很多气质啊，你看啊，文青哇，比较浓一点，文青。不是，他穿这样子，他穿这样子，你掉条根要干嘛？对呀，那个人是疯了吗？你后面裙子其实蹲下来，后面裙子很短啊，蹲下来的时候还是看得到。后面裙子分叉分到背上，没有是裙子，裙子后面的，我懂。对，我在后面，对，后面，后面，糟糕，转身，糟糕，我又剪过条根，哇，大哥你怎么撑得住啊？不要过来站站，哦，有飞蚊症，哦，所以他就故意丢这个让你去剪，对啊，就其实蛮明显的，就很故意的，真的，哦。